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随时随地歌颂阿罗主，随时随地感恩。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、十八节：虽然无花果的树无发旺，葡萄树也无结果，橄榄树也无效力，田内无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盆内也无有牛，可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的上帝喜乐。在世界第二次大战时，有两位姊妹因为帮助犹太人而被关禁，因在关禁的牢房内环境非常的恶劣，那边全是杀母甲勿杀。因想，阮怎样徛得落来呢？但因阁是为这一切感谢，甚至包括杀母甲勿杀在内。无久，牢房的管理就放松了，因会通自由的交谈，甚至甲其他的囚犯研读圣经。这时，因终于知影，因为有这个杀母甲勿杀，而何家的管理人员无愿意靠近，所以甲房内管理甲放松落来。而因也因着安尼，会通自在读经甲祈祷。弟兄姊妹，遭遇到不如意的事，通常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？忧伤、埋怨、烦恼，想想你目前所处的光景，并且学习接纳你所面对的各种的困难，因为万事拢互相效力，在苦难的外与内，拢收藏着无穷的恩典甲机会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天父上帝。阮知影你无应允，阮天色上好，凡事顺利。阮伫世上拢会遭遇着真侪不如阮心意的代志，但是阮仍愿要专心倚靠你，相信你的信实甲恩惠。凡事有你美好的旨意，万事拢互相效力。叫爱你的人得到益处，求主帮助阮，无论伫什么环境下，拢会通感谢阿罗哩。阮献上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